23号，随着最后一组长钢轨精准落位，中国中西部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至十堰的汉石高铁全线轨道贯通。汉石高铁全长3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12个车站，乘客将可以欣赏到武当山、丹江口水库等景观。汉石高铁预计今年年底开通运营。